家啊，位在台北市迪化街永乐市场内的包子点心店，是许多在地人从小吃到大。而在这里最出名的特色千层派，是用大理石蛋糕的概念来做的，吃得到松软的口感以及不同馅料堆叠出来的美味哦。到了台北大道城，永乐市场是迪化街最显眼的地标。这里以布料批发闻名，各种材质和花色令人目不暇接。不过啊，在市场里面有一家点心专卖店，每到了初五时分，总是会有许多人排队购买。因为这家经营了26年的老店，标榜以老面发酵，坚持每天手工制作，名气可是响叮当。Actually, I'm go come to with my friends, and my friends know about Taiwan very well, so I would like to go around and would like to eat very Taiwanese food. I know Taiwanese food is very good. 一颗颗包子馒头秉持着高规格的用料，搭配丰富多元的口味，让饕客们纷纷指定购买。像是这一颗菜包，里头的用料可就一点儿也不马虎。QQ 软软的面皮将蔬菜的鲜味完整封存，浓郁飘香的香菇和豆皮替这颗菜包增添了不凡的口感。皮很 Q， 然后它的内馅是有高丽菜、有红萝卜、还有芹菜跟香菇下去爆，然后味道适中，不会很咸，也不会很淡，很好吃。这里还有一项别家吃不到的特色甜点——千层派。以大理石蛋糕的外形为发想，再进一步改良研发。不过它究竟是千层蛋糕还是手工馒头，这个超特别的独家产品，好奇的您一定要试试看。想要知道在迪化街还有哪些美味的庙口小吃吗？